十二生肖中有四个生肖，他们在职场中思绪敏捷，是职场的宠儿。十二生肖中有四个这样的生肖，他们在职场中心思敏捷，出口成章，反应机变，往往在一些机会来临的时候，他们迅速给出反应，从而获得合作伙伴、领导的认可，一些机会便能从天而降。银虎性格比较开朗热情，在职场当中有非常好的人缘，而且与客户的沟通过程中，他们思维比较敏捷，反应比较快速，在客户表达了初步想法的时候，他们能迅速给出解决方案，能够占领先机，为他们走向成功奠定基础。四蛇，他们的心思比较细腻，思绪比较多，在职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，能从对方的微表情、微动作探测到对方的心理变化，从心理变化使得他们迅速了解到合作伙伴对自己的方案是否满意。如果不能满意，他们会及时的调整方案，他们的心思细腻，这个时候会成为他们成功路上的动力。申猴，他们非常的聪颖，在职场与人交往过程当中，他们非常擅长的事是善于观察，通过对方给予的反应，能随时调整自己的方案。他们的灵活多变足以应付各种各样发生的突发情况，会给人灵活机敏的感觉，从而会让人产生强烈的信任感，会为进一步达成合作奠定一定的基础。亥猪，他们比较踏实肯干，不管是生活还是职场，他们都愿意一步一个脚印与人交往，信奉吃亏是福的原则，在职场中会给人感觉温厚、敦实、淳朴的印象，这样的性格会让人产生信赖感。加之他们的快速反应，能充分为合作伙伴解决烦恼，踏实肯干加上机敏的反应，会是他们通向成功、获得成合作的捷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